是就是什么怎么发现的呢？养，养了后来就越养越严重。那我不知道是这个，我去看医生写了，越养越严重了，就长了那个有体了是吧？用药用那个洗的药，那个局部症状改善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再来过来，我今天到这边来看了，在这边看，你是因为老公在这治呢是吧？对对然后直对，接就过来。我在下面碰到一个小男孩，应该大概只有20岁。其他患者是吧？对，我问一下他是哪，他是苏州，他到这边看，他说一次比一次好多。他在他们那边治疗了，没治疗的好，还是到这边来治疗好。是的，我们这边好多患者，基本上85%左右都是在外面反复治疗复发的，像你还是对，我挺幸运的，反正我对一直都是跟你们，到这边你们还挺照顾的。你还是治疗的话比较配合，对吧？不管忌口、个人卫生这一块，都是很配合的。对，这个是要记票记得好。对。就说你这个，其他的话就是，今天检查结果很好，就是个人卫生啊，还是得注意，对吧？对。忌口倒是不用忌口了，可以正常饮食。